跑步对一般人嚟讲好容易，但系对弱势人士就唔一样。你知唔知佢哋除咗要准备运动服装，仲要准备啲咩咧？答案就系要预先约埋领跑员。弱势朋友每次跑步都要受时间限制，因为佢哋要预先约埋领跑员。大家试谂下，如果你哋想即兴去跑步，但系又去唔到，咁你哋会觉得点咧？如果用咗我哋嘅引导灯，就可以令佢哋辨别到方向同埋知道赛道嘅距离，咁样就可以省去咗约领跑员嘅烦恼。咁样佢哋想几时去跑步都得啦。做运动除咗强身健体，仲可以改善情绪，令人重拾自信同埋健康。请大家投我哋 MediumWell 十二号引导灯神圣嘅一票，令更多视障人士可以投入跑步运动。多谢各位支持。